离开这个慈善学校，我接着往南骑，越往南呢，这个逆风越强，因为离海边会越近嘛。人烟倒是比坦桑尼亚的西部要多了一些。有一天在这个路过的一个小镇吃午饭的时候，当我刚吃完饭，来了两个酒鬼，一看就是喝多了，说话都不利索，而且摇摇晃晃的。尤其另外一个马赛人，就是当地的一个马赛人，他就是眼睛都快睁不开的那种感觉，然后摇摇晃晃的坐在我旁边。Somebody want to talk to you, and they... 有其中另外一个稍微清醒一点的那个酒鬼呢，就冲着我说了好多东西啊，说啊，我爱中国，坦桑尼亚和中国好朋友，我特别想去中国，我特别特别喜欢中国，就是自己在特别陶醉的，跟演讲似的，慷慨激昂的那种。我在旁边我就啊，是好，我们是朋友，然后我就是配合他嘛。其实我当时挺想走的，但是你看他说的那么兴高采烈的，我直接走好像也不太礼貌，所以我就坐在那儿，我就听他在那说，越说越多，越说越多，没完没了。旁边那个马赛人呢，他不会英语，然后就一直用斯瓦希里语在那自己嘀咕，说了什么我也听不懂。然后那个哥们就帮他翻译，就是意思好像是说他想送东西给我。然后说着说着就站起来了，那个马赛人把自己那个腰刀就掏出来，他那个刀是系在他那个腰带上面。马赛人是游牧民族嘛，所以他们在长期的游牧生活当中都会随身佩戴一些配件，其中这个腰刀就是特别重要的一个配件，无论是打猎也好，还是日常工作日常生活都是离不开那把刀的。所以他就把那个腰带解开之后就递给我，送给我。我当时真的是没敢要，因为我觉得这个刀对他们而言真的是太重要了，可能对于一个马赛成年男子来讲真的就是一个身份的象征，所以我并没有要。然后但是他硬往我腰上去系，然后我也没有反抗，那就系着呗，我先带着玩一玩。然后他就系上去了，系上去之后然后冲着我就是笑，然后还比划大拇指什么的，然后我就坐在那儿也挺尴尬的。这儿有个马赛人，然后给了我一把，给我一把刀，马赛的刀。这个旁边那个清醒一点那哥们儿就说啊，这个刀挺好，然后给你，你拿着吧。然后这个哥们儿就要送给你。其实我知道他肯定不能说这么直接就送给我，你喝多了也不会这么慷慨吧，对吧？而且我和你也没有任何的交集，你上来就给我送刀。虽然我很想要那把刀，因为我特别喜欢那种民族性的这个工艺品之类的东西。像这种马赛人的刀，如果你去市场买的话，我估计也能买得到。但是像这种纯是当地人生活用的这种，不是作为礼品卖的这种东西，还是比较难得的。虽然很想要，但是我知道不能要他的东西，因为他喝醉了嘛。给了我一把马赛的刀。哎，马赛 ，OK。Yeah, OK。那，哈哈。And this is， Thank you。当我带着这个刀还没多一会儿，这个马赛人就开口说话了，他就冲我比划了半天。其实我能明白他的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我把刀给你了，你能不能给我买一瓶啤酒喝？那我就假装听不懂，我说我听不懂，我不可能给他买酒喝，因为我觉得我和你也不熟，我也没有说我要你的刀，虽然戴在我的腰上，但是我又没有拿走，这个我不会给你买酒的，所以我就一直摇头，我说听不懂，他一直就不罢休，然后又找那个旁边那哥们让他翻译，后来我就实在是受不了了，我就把那个餐馆的老板喊来，我说那个他想跟我要酒喝，然后我要走了。然后那个餐馆的老板呢，就把那个马赛人给赶走了。我就这个时候就把那个刀解下来，就送给他，又还给他了。然后这个时候，这个就是餐馆的老板算是帮我解了个围，然后我就赶紧就骑着车子，我就溜了，我不想在那儿跟那个酒鬼再扯下去了。在那个小餐馆，被那个一个马赛人送了一把刀，然后走的时候呢，那个他一直拉着我，好像要跟我说什么，但是他又只会斯瓦希里语嘛，然后又沟通不了。然后我猜好像是想让我给他点钱啊，或者是请他喝几瓶酒这样的，我猜是大概是这个意思，因为他喝多了嘛，然后这儿好多马赛人都喜欢喝酒，然后他就一直说这个刀是我送给你的礼物。后来我考虑到这个刀对他们来讲日常生活当中用处很大嘛，然后再加上我也不可能带回国，因为上飞机肯定没办法带上去，所以我就想还是还给他吧。然后这个时候那个餐馆老板
也过来说那个你不要跟人家要东西，然后说你把这个刀拿回去吧。后来就把刀送给他了，又重新还给他了。然后这个餐馆老板就说行了，你不用理他了，让他喝多了，你走吧，然后你不用管他。后来我现在就出来了，接着骑。下午这个风还是很大，好在不是很晒，然后慢慢骑吧，看能再骑个二三十公里就找地儿歇了。所以说我非常想要那把刀吧。我也完全可以给他买一瓶啤酒，然后换那把刀。一瓶啤酒也没几个钱，但是你往后想，如果我给了他的酒喝，我把刀拿走了，他突然几小时之后酒醒了，发现刀没了，他肯定会回想我的刀哪去了，然后想起来啊，我送给了一个中国人，那个中国人给拿一瓶啤酒就把刀给换走了，可能他会觉得我是个骗子或者怎么样，那我也不可能因为一瓶酒就这个去趁人家在喝醉的时候就把这个东西给拿走，所以我觉得还是还给他吧，即使我非常的想要，但是还是还给他吧，这个东西毕竟对他们来讲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而且我也并不想因为我想要某件东西来这个放纵他，来让他继续的喝得酩酊大醉的，我觉得对他对我来讲都不是一件好事。在这段路骑了差不多一个星期，离这个大海越来越近，也就是印度洋越来越近，海风这个越来越强，路两边的椰子树也越来越多，种植的这个庄稼大部分都是剑麻，特别多，大片大片的剑麻，坡路起伏也非常的强。是往海边走，这个风景一路上都是特别美，然后好多椰子树，还有这个很多的水果，反正就是太美了，然后骑行在这儿。达雷斯萨拉姆的路上，本来这条路是沿着海边在走，以为都是因为在海边了嘛，以为海拔比较低，然后路比较平坦，但没想到这个路一直都是这样起伏的，一直都是在起伏的路，所以骑起来特别特别累啊，现在都不想走了，在这个大树底下坐着歇一会儿吧，下午再接着骑个三十来公里，然后就找个地儿搭个帐篷过夜了。在到达达累斯萨拉姆的前两天，路边的房子突然变得特别的破旧，全是那种茅草房，而且还有这个墙都是用这个木头绑起来，中间用那个泥土堆起来的，就是特别简陋的房子，你就感觉那个房子就不像是住人的，但是当地人就是住那样的房子，特别多特别多，所以我就特别想走进一户人家去看看，仔细的去观察一下这个房屋的构造啊。我就在有一天傍晚，我就找机会，我就在旁边的一户人家附近我就停下来了，那块有一个学校，当时是周末，学校放假没有人，我在那个操场的大树下面坐着，我就在那儿休息，我想等天再黑一点的时候我再去找地方扎营。现在在一个乡村的一个学校这儿，然后有一块很大的空地儿，今天周六正好没学生上学，今天骑着实在是太累了，那个路啊几乎没有平路，全是上下，所以现在是下午4点，今天先到这儿吧，不想骑了，实在是太累了，一会儿看看找个地方扎个营，等天快黑的时候扎营，然后吃点东西，明天再接着走吧。在休息的过程当中呢，我看见学校后面有一户茅草房，我就推着车子走过去，我想近距离看看那个房子，看看那个院子里让不让我搭帐篷。走过去的时候呢，发现这个屋子外边坐着两个小孩，一个小男孩一个小女孩，也就6、7岁5、6岁的样子。学校旁边有一个农民家庭，然后就几个小孩在家，我本来想过来看看能不能在，就是经过他们允许嘛，在附近搭帐篷，结果孩子看见我吓得就往屋子里跑，然后吓哭了，可能从来没见过外国人吧，然后又长得比他们这么白，是不是
给我搞得还挺不好意思的，所以我现在换一个地方看看吧。我没想到这么大的孩子看到我有这么大的反应，也万万没想到21世纪了，一个外国人来到他们的村子里，他们这个孩子居然还有这样的反应。也许他以前从来没见过这么皮肤这么白的人，但是也不至于说吓得瞬间就哭掉了。我当时内心其实是有一个极大的震撼，我觉得这种感觉就像是100-200年前这个欧洲殖民者第一次造访这片非洲大陆，当地黑人看到和自己肤色完全长相完全不一样的另外一种人种的这种反应。所以我当时心里也特别不舒服，然后我就想趁机还是走吧，别影响人家了，别给人家孩子再吓出点什么毛病来。我就赶紧推着车转身就回到了公路上，然后接着往前骑，想找另外一户人家合适的人家再说吧。往前骑了差不多2公里，路边有一户人家，一个男的在院子里站着，他看见了我，我也看见了他，我冲他招手，他也会向我回了一下，招了一下手。然后我觉得这个人可能不错，然后也挺好说话的，我就停下来，把车子推到他的家的院子里。他看到我过来了，然后也是放下了手头的活，也走过来。我就跟他做了一个自我介绍，说这个晚上能不能在你们家院子里搭帐篷过夜。他就很害羞的，但是也一直在笑，就同意了。那我就把车子放到他们家的院子底下。他们家里有10来个孩子，大大小小的，从10岁左右的到1-2岁刚会走的，反正特别多的孩子。又骑了一点，现在在路边的另外一家人家里借到了一根空地，然后搭帐篷过夜。这家房子看着有点破，但是好几套呢，4-5-6套，我刚才数了一下，然后孩子也养了一大堆，能有差不多能有10个吧将近。然后一会儿看看他们家院里都有些什么东西，还挺好奇的。今天这一天，这家的2个大孩子，这边是小孩子，这就是他们的房子，都是用土做的，然后加上木头的结构，然后里面填的土和石头。好，也不知道能不能防雨，应该是能防雨，然后好一点的用这种铁皮的房子。我到了他们家之后刚休息了没一会儿，这个男的就出去干活去了，就剩下我和他家的几个孩子，还有2个更大一点的孩子，已经20来岁结婚了，已经离开这个家庭去外面独立生活了的。当时我在他们家的时候，这个大一点的孩子呢，就是20来岁的这个大哥哥，和另外一个人坐在那个房子门口，听着那个收音机在听这个欧洲足球联赛。他们家也没有电视机，想听这个足球比赛，想看足球比赛只能靠这个收音机。其他的几个孩子呢，有的小男孩在踢足球，踢的那个足球都是好像用塑料袋用那个布缠裹起来的，就这么大的一个球，破破烂烂的，他们就光着脚踢那个，也没有球鞋穿。在院子里踢来踢去的，也感觉就好像他们平时都是那么踢的。小女孩呢在一边玩那个泥巴，有分工非常明确，他们有的小女孩在那个地上把那个泥巴装到一个小桶里边或者什么上面，装完之后给运回来，运过另外一个小女孩那儿，另外一个小女孩往那个泥里边倒点水，然后开始和和和那个泥巴，就是这个就是他们的玩具。还有一个不太爱说话的比较腼腆的一个小男孩，手里边一直抱着一只特别小的刚孵化出来没多久的一只小鸡，那个小鸡身上的毛长得都不全，感觉好像都被他玩的毛都掉了。反正小鸡还有这个泥巴还有这个破烂的足球就是他们日常的玩具。这一家孩子眼里边没有什么光芒的感觉，就是非常目光非常呆滞，也不上学，每天就在家这么呆着，然后年龄稍微大一点的就帮家里干干活，年龄小一点的就天天玩这些东西。我走进这个他们的房屋去看，他们家还有那么3-4间这种房子，但是用来住的只有2间。那个房子真的是东倒西歪的，全是茅草房，茅草盖的，然后都是木头和泥巴堆砌起来，里边黑不隆咚的，什么也看不清，也没有电灯，也没有这个家电啊，更别说什么电视机，什么床啊，什么餐桌之类的也都没有。所以他们的生活过得是非常的单调，非常的枯燥。晚上的时候，他们家长回来了，一家人就围坐在这个火堆边。就一拉着家常，没有电灯，就黑不隆咚的围着篝火，
互相在讨论着一天的大事小情。这个是在非洲遇见的印象比较深刻的一家。虽然只是一家人的生活，但是也是整个坦桑尼亚甚至整个非洲很多这样贫困家庭的一个缩影。第二天离开他们家的时候呢，我把男主人叫到一边，然后我从口袋里掏出了10000先令递给他。10000坦桑尼亚先令和人民币可能也就33来块钱，并不多，对于我而言可能并不多，但是对于他们而言也许是一个星期的收入。这个男主人接过这个钱之后直接就揣到口袋里了，然后能感觉出来他们对这个金钱是非常的向往，但是又没有太多的办法。总之就是我的一点心意吧，希望能买一点吃的给孩子们，反正就是希望他们以后能过得好一点吧。我用了差不多有将近10天的时间，从墨西也就是乞力马扎罗山脚下骑到了这个达累斯萨拉姆。到了达累斯萨拉姆了，这个就是印度洋，现在在印度洋的西海岸。这个城市现在还看着还挺干净挺漂亮的，海边城市都不会太差吧我觉得，而且很多人从这儿去坐船去桑吉巴尔岛都是从达累斯萨拉姆过去的。在这儿先歇两天，然后过两天我也坐船去桑岛看一看，据说那里是世界上十大美丽海岛之一，非常期待过去好好看一看。达累斯萨拉姆是坦桑尼亚东部沿海的一个重要城市，这座城市在印度洋的西海岸。但我来达累斯萨拉姆并不是为了这座城市来，而是为了在达累斯萨拉姆东北方向的一座海岛，也就是桑吉巴尔岛。桑吉巴尔岛是被评为世界十大美丽海岛之一，它有非常美丽的沙滩，还有这个印度洋的海水，所以我到了达累斯萨拉姆直接就休息了一天，就买了一张船票就坐到了这个桑吉巴尔岛。桑吉巴尔岛首先下船到登陆这个过程是在当地的一个石头城，这个石头城非常的有这个历史的这个一座老城。坐船这个过程当中远远的看到这个老城当中的一些城墙啊，包括一些老的建筑，清真寺包括教堂什么的。非常的漂亮的一个海岛感觉。老城里边有一座这个教堂以前被用作是这个贩卖黑人奴隶的一个拍卖场所，也就是说当时的殖民者包括阿拉伯的一些商人把黑人抓获集中在桑吉巴尔岛，然后在这里进行拍卖之后呢，这些奴隶被世界各地的一些殖民者所购买，运送到欧洲，运送到美洲以及其他的地方。这个教堂外边的一个草坪中央有一块特别深的一个坑，这个坑里边放着几个黑人奴隶的雕像，这个雕像与雕像之间就用这个铁链子连接着，每个铁链都是直接拴在这个雕像的脖子上，而且你通过这个博物馆里边的一些简单的图片展览和介绍也能感受到在100多年前的这个奴隶社会这种时期的一个非常悲惨，非常对黑人来讲是非常悲惨的一段历史。殖民者把他们就完全不当作人来看待，就是跟畜生牲畜一样任人宰割，像卖货物一样来明码标价进行拍卖的这种。现在的桑吉巴尔岛已经完全没有了殖民时期的那种黑暗了，所以现在的桑吉巴尔岛95%都是以穆斯林为主。岛上有很多这个清真寺，每个妇女包括男性都是非常典型的这个穆斯林和阿拉伯式的这种着装，以及日常的行为啊，都是深受阿拉伯文化的影响。桑吉巴尔岛以前呢是一个独立的这个独立自主的一个非洲国家，它后来被这个坦桑尼亚所吞并了，但是虽然被吞并了，但它还依然拥有自己的这种行政主权啊，包括自己的文化宗教信仰。就像我们中国的这个香港和大陆一样的这种关系，一国两制的这种感觉。所以到桑吉巴尔岛登陆的时候，在码头你还需要在护照上盖一个桑吉巴尔岛的入境章，离开的时候还要盖一个出境章。但是签证和坦桑尼亚的是共用的，不用再另外办签证。所以说你在桑吉巴尔岛旅行的话，你会看到桑吉巴尔岛的学校包括一些政府大楼都有自己独立的这个旗帜，是有别于坦桑尼亚国旗的。也有包括他们那个车牌上面的那个旗帜也是桑吉巴尔岛的这个旗帜。
就是有点像你从坦桑尼亚又到了另外一个国家的感觉，因为在桑吉巴尔岛，和坦桑尼亚东非这些大陆是非常有着明显这个区别的一个感觉。我来桑吉巴尔岛最主要的还是奔着它这个海岛风光以及美丽的沙滩而去的，所以到了这个下了码头之后，直接就骑着车子去了这个海岛的北边，沿着这个沿海公路一直骑，骑着骑着这个就下起了雨，因为这个海岛的这个天气也是变幻莫测，所以有的时候走走停停，好在我最终还是比较顺利的到达了一个海边。这个海边没有什么行人，没有什么游人，也没有太多的这种酒店啊宾馆啊之类的，就只有我一个游客在这儿，非常的僻静，而且那儿的有一个小渔村，小渔村也是特别特别的安静安逸的一个小渔村，而且很多这个椰子树绿草地啊特别美。到了旁边的这个小渔村，我想继续找一个地方看看能不能扎营，在这个小渔村的岸边呢，无法直接看到这个大海，我是穿过了一个小灌木丛，在这个崎岖的这个小路里边走，穿过灌木丛，忽然就是一片开阔，一片海域展现在眼前，阳光洒在这个海面上，波光粼粼的，而且有一个人划着那个小木舟在那儿捕鱼，撒网捕鱼，就是觉得突然来到那种世外桃源的感觉。但是这个海边没有沙滩，全是礁石，没办法在那儿游泳，也没办法在那儿搭帐篷，于是我就在那儿短暂的停留了一会儿，就又回到了这个灌木丛的后边，无奈在这儿没办法扎营，怎么办呢？我就只好再继续寻觅了。这个时候天色也已晚了，所以我就想赶紧找到一片海滩赶紧扎营吧。我骑着车子继续走，往回走，继续寻找。这个时候我在海边在寻找的时候，碰见了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的一个阿姨，领着一个她的小孙子。你看来在大学我们也跟他们打招呼，是不是？没打招呼，我们就没跟他握手，是不是啊？然后这个阿姨就问我你在干嘛，我说我要找个地儿露营。后来这个阿姨就和我分开了嘛，然后她去带孙子去了。正当我在这个沙滩上来回寻觅露营地的时候，这个突然阿姨在身后又喊了我一声，她又回来了。这个阿姨说，要不你跟我去我们家住吧，说你这个天也快晚了是吧，然后你可以第二天或者隔天再去找好的露营地。后来呢，我就跟着这个阿姨就来到了她的家。本来想找地儿扎营来着，你这很巧合就碰见中国人了，对，就带回家里来。这个家里边有一个他的儿子和他的儿媳妇，还有就是他的外孙，还有一个小的外孙女，还有小的孙女。进入他们家的时候，他的儿子人也特别好，然后正在那个院子里和他老婆在做那个吃的，然后那天晚上就这样在他们家过了一夜。下了多吗？现在这个现在还不是到雨季，现在不是到雨季，现在不是到。